这报委员会已除法定人数，现在宣布开会了啊！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宣读立法院第八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5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1年5月24日星期日上午9:03至12:10，下午10:00至11:51，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黄郎等，出席委员10人，请假委员邱毅莹，列席委员段宜康等，列席委员41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杨敬天、政务次长董国猷及相关人员。经济部常务次长梁国新、经济台谈判代表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介文吉及相关人员，主席曾召集委员唐三，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杨敬天、经济部常务次长梁国新报告中日韩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FTA 对台湾之影响，以及我国洽签自由贸易协定 FTA 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进度，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杨敬天、经济部常务次长梁国新分别报告，委员蔡黄郎等1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政务次长董国猷、中南美司司长吴敬木、经贸司司长高硕泰、经济部常务次长梁国新、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介文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个星期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杨琼英等8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以上宣读完毕。询问者委员会对上次会议事录有无意见？没有，我们就确认哈。那今天我们要处理国防部101年度预算冻结案，一共有5个案子啊。那我们今天是想要把它们解冻了啊。其中包括第一个是武器装备跟设施的预算冻结5000万元案，这是机密预算哈。另外是一般行政预算编列冻结了2亿。第三个是军事行政项下征战综合作业经费冻结了1000万。第四个是总战局新闻采访设备汰换及资讯系统监制与提升等设备采购预算冻结了480万。第五个是空军司令部一般资讯及资讯站设备，这个冻结了3000万啊。那说我们等一下这个要来进行讯答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做机密预算跟一般预算的这样一个区隔的处理了哈。那今天这个高部长因为参加我们隔壁的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审查国防部组织法，所以他请招呼部长代理哈，那我认为这个是合理了哈，那我们同意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来今天来的这个官员，除了招呼部长以外啊，还有总战局代局长王明伟、王中将哈，会计室刘主任，捉缉室潘次长啊。海军司令部许参谋长啊，空军司令部张参谋长，谢谢。还有我们部办室，我们副主任哈，主机局副局长、军备局副局长、军医局副局长、战规司副司长、资源司资源计划处我们许处长、人力司副司长啊，哇，这个、我们大家。这很多朋友们都认识了啊，不过我们主要大概要咨询的几位，除副部长以外几位参谋长哈，所以我在这边我想不必细念，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单子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就来进行？我们先请这个行政部门来做报告了哈。那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副部长这个来先做这个第一？我们刚念的一共5项哈。5个案子，第一案的这个机密预算，好不好？请。对对。我想，因为我们现在要清场，对不对？我们要清场，
所以针对机密的部分，在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要用机密进行。所以先讲机密的部分，先讲机密的部分，然后机密部分讲完以后，针对其他四个案呢，我们就开放现场，啊，因为那是一般的预算，好不好？好，谢谢。
告，副部长吗？好，好，谢谢。副部长，我跟你提醒一下哦，因为隔壁也在进行这个司法法制跟我们外交国安委员会的联审了哈，你这边拖得越长，金姐，那个地方我们就越没有办法去帮忙，是是，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不好？是。主席，各位委员先进，首先感谢大院贵委员会安排本部报告101年度预算冻结案，并公聆指导。其次，对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长期以来对国防施政及预算的指导与支持，促使国防事务能够持续精进，在此个人仅代表国防部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谢忱。本部年度列管的预算冻结案有13个案，新台币26亿5000余万元，且已获得贵委员会同意解冻5案。本次会议将审查机密预算之武器装备与设施及公开预算之一般行政等5案，此就各案委员关切的重点摘报如后。第一，武器装备与设施冻结案冻结了5000万。第二，一般行政冻结案冻结2亿元，是有关于协助灾害防救先行垫资的费用。第三，政战综合作业费的冻结案是1000万元。第四，是新闻采访设备汰换冻结案480万元。第五，是一般资讯及资讯站的设备冻结案预算近3000万元。关于委员关切的问题，本部的精进作为在武器装备与设施方面已遵大院决议专业来评估这个建设基准发展的可行性，其他的内容请参阅。在一般行政预算冻结方面，基于保国为民的责任，本部将配合政府灾害防救的政策，强化各项这个防灾防救灾的准备工作，而支援救灾所耗的成本我们也尽量的协助，包括中央灾害委员会还有各单位，来希望能够兼顾将建军备战跟预算的运用。而政战综合作业费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需长期性的推动，将在既有基础上来规划各项多元化的活动，促使成为国人的共识。另外，新闻采访设备汰换及资讯系统建制与提升等设备案，经检讨可因应未来数位化作业环境及网络媒介的需求，并完善保存国军珍贵的影音史料。最后，在一般资讯跟资讯站设备预算冻结方面，为有效管制执行进度及施工品质，已定期召开专案计划管制会议，并派员全程监工。目前除了有一项还没有签约之外，其他的都已经执行完毕了。至于个案详细执行的现况检讨与精进，随后由海军司令部刚刚已经报告完毕，接下来由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总政战局与空军司令部做公开预算的专案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能够鼎力支持预算解冻，并使国防施政能够顺利推动。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接着我们各军种各连参的报告，尽量的能够摘要的报告。现在首先呢，先请这个作计室做灾害防救各项成本规定议题的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感谢大院贵委员会安排本部就国军支援灾害防救各项作业成本规定议题执行概况提出专案报告。一、前言：大院第七届第八会期审查101年度国防预算案所作决议，协助灾害防救先行垫资之费用欠缺合理计价、如实规定机制，不利正常战备所需，原冻结2亿元，是向贵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现仅就国军支援灾害防救具体成效、执行救灾成本汇聚作业规定、救灾成本计算及规定执行概况等报告如后。二、国军支援灾害防救具体成效，自民国89年后全力投入灾害防救准备工作，迄今已获知具体成效，近年执行的成效请参阅。三、
救灾成本汇聚作业规定，以汇聚的范围，救灾成本需指救灾任务产生之额外后勤直接成本，区分维保成本、油料成本、救灾物资动员珍珠、尾商运输、灾民安置及其他成本等七部分。二、计算基准，一、装备类型，律定各项装备操作计算单位以小时公里作业成本来计算，一、维保及油料成本；二、救灾物资依最近一次采购价为计算基准；三、动员珍珠及尾商运输依救灾作业期间实际珍珠核实汇算成本；四、乡民安置依乡民收容及安置期间使用设施设备及物资成本列计；四、救灾成本统计，国军依灾害防救法的规范执行救灾紧急救援等任务，98年至100年所耗成本载报如后：一、98年莫拉克风灾救灾所耗成本计奇异9429万余元；99年执行紧急救援总计120件，所耗成本计4亿3291万余元；100年执行紧急救援总计123件，所耗成本计8366万余元。四、自98年8月8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救灾所耗成本总计新台币13亿1088万余元，均由本部以缓计急，先调整年度预算垫资。五、救灾成本规电执行概况，以国军执行各项灾害防救所耗成本，本部分别于456次军事会谈及100年第三季中央灾害防救汇报中向总统及行政院长提报，建议动支行政院第二预备军以为因应，已获得重视。第二，各作战区透过县市政府每半年的三合一汇报，包括战力综合汇报、动员汇报、灾防汇报，时机提出，各地方政府回复又于财政困难无法依灾防法第34条及预算相关法令筹措规电，本部已呈报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协调。第三，未立灾害防救任务执行，本部向灾害主管机关建议增编灾害防救相关预算，以支应国军执行灾害防救作为所需军费。结语，建请大院同意冻结国防预算2亿，以利国军战备任务遂行。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好，谢谢。好，还有哪个单位要补充？真的哈。主席，各位委员先进，101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规划专案报告，感谢大院委员贵委员会安排本部就101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规划提出专案报告。前言，请参阅。101年的工作规划和做法，国防部是以亲民、主动、双向、活泼为主轴，规划101年度全民国防教育各项工作。执行重点报告仅报告标题及重点。第一项是校园社团交流提升宣导成效，请过夜。第二项是多元甄选活动扎根国防理念。第三项设置介绍专辑提供线上浏览。第四项网页平台改版增进互动效益。第五项办理暑期活动拓展青年视野。第六项配合营区开放增加互动管道。第七项柳营笙歌传唱争取民众认同。结语，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展需长期性推动，本部将在既有基础上积极规划各项工作及办理多元活动。大院冻结之军事行政项下政战综合作业费1000万元预算，恳请同意予以解冻，必力如期如职持续工作推展。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接下来报告
同样是总政战局的冻结预算专案报告。新闻采访设备汰换及资讯系统建制与提升案，前言请参阅。建案说明仅报告第23页需求。第二需求，本案系军文社依据单位任务特性功能，考量设备受限与执行战训本务需求，令因应今年 NCC 将关闭无线电视类比频道，为配合政府全面推动数位频道政策，规划101到103年建案工作。接着报告第三大项，101年度执行规划。101年度即预算编列电视采访车汰换180万元及网站性能提升300万元等两案，计划以内购方式，依据政府采购法采公开招标办理。请过页，第25页，报告第四项预期效益。第一，透过本案建制，可提升军文社新闻采访能量，精进节目制作品质，强化新闻战力等效益，并可透过多元传播管道传送国军推动国防政策及军时备战的及时资讯，扩大新闻文宣效果。第二，军文社可持续与美联社等国际媒体建立合作机制，令结合数位资讯科技，建立及时传递国军正面新闻能量，展现国军软实力，支援军事任务。结语，本案若能顺利筹获，可因应未来数位化作业环境、网络媒介需求及完善保存国军珍贵影音史料，以力发挥新闻文宣战力。大院冻结的480万元预算，恳请同意予以解冻，并如期如职筹获所需装备。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好，谢谢。这是空军啊。是空军。好，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感谢大院贵委会安排本军就资讯整合服务系统案提出专案报告。现就大院第七届第八会期审查101年度国防预算所做的决议，空军资讯整合服务系统为求军事投资预算有效运用，原冻结3000万元。本案旨在配合中永营区新建工程进度及司令部搬迁其程，建制中永大楼整体资讯作业环境，提供及时、快速、正确之各项建军备战所需资讯，全案包括治安防护与监控、网络资料作业区、网络与视讯管理资讯及电子认证整合等5个分系统，请过页。本案于94年即依空军94至97年管理资讯整体规划委由中科院执行，因主体工程进度延宕，修订执行年度为96至101年。目前各工项执行均符合本军规划建制其程及需求，为有效管制全案执行进度及施工品质，除定期召开专案计划管制会议，并派员全程监工，以确保各执行工项品质完全完成后，可提供中永大楼整体资讯作业环境。本案预计101年可完成全系统整合验测及上线作业，达成建案目标。全案现除资料仓储子系统尚未签约外，于均已执行完毕或交货验收。预算若无法顺利解冻，除造成后续履约付款争议外，并将影响本部资讯作业以及战情传递等战备准备任务遂行，恳请大院同意本案预算解冻。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好好好，谢谢。其他各单位要补充的，如果没有，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宣达。我们第一位是蔡黄南委员。换时间，这个都按照往例都
今天处理预算8+2啊，6+2，6+2不是这个有利可循呐、啊。我知道不是黄老，我跟你讲，这个、有利可循呐、啊。因为以往只要有处理预算的话，就怕时间不太够啊。而且你每次都会超出了，没关系啦，不要担心啦。6+2哈，请。那个王立就不用再。蔡委员好，副部长是这个啊，地方政府啊不规定国防部的救灾经费哈、啊。我觉得国防部委屈了，但是地方政府也委屈耶、啊、地方政府在救灾的时候他是掌握时效掌握效率，所以请国防部来救灾。那如果现在就像有一个老妇人，他的家里着火了，他自己拿着水桶一直在泼水，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不叫消防队来啊，他说你我没有钱哦，你叫消防队来你要付钱哦、啊、是一样的道理啊。未来地方政府知道说只要国军一出动，地方政府马上要负责救灾经费，这个未来地方政府会不会害怕像那个老太太一样不敢叫消防车啊？好，那我觉得国防部委屈了，你的救灾经费成本由你来负担那也没有道理，但是你让地方政府更委屈啊，地方政府根本没有钱可以给你归电啊，所以应该由行政院 DO 预备金来支付啦，你不要再向地方政府要了啊。副部长，鲍委员，我能不能说明一下啊、哦？首先呢、啊，国军救灾来讲义不容辞，在第一时间就要主动的救灾。不是，那你这个要钱，你要跟地方政府讲清楚啊。未来我的黑鹰直升机一出来，好一趟就是多少钱？未来我的那个军用卡车一出来，一次多少钱？未来我一个连出来救灾要多少钱？这个你要讲清楚啊！是我跟你要正面表列啊！那地方政府一看说：“哦，阿联这摆哪来吼、哦？我爱开差不多3000万，阿联我卖酒，阿联我唔通。”不是，鲍委员，我跟您报告，首先呢、啊，这一个规电的问题啊，当然也是我们委员们的好意啊，像不，我支持啊。问题是国防部有委屈，但是地方政府现在没有能力还给你啊。是好，我跟委员报，我们应该去找行政院找第二预备金来。我们也是朝三方面来努力啊。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有，我们第一个来讲，我们还是积极的向这个总向主计总处来争取。未来救灾我们要不要列降目标啊？国军未来救灾你要不要列降目标？我们有一个计算的，你要地方政府知道啊，啊，会我的黑鹰直升机就多少钱，啊，我们都有一个牌多少钱，都有计算的成本，我们都有计算的成本。那你这个要让地方政府知道吗？等于说我们是分三方面了。我觉得啊，中央防灾救灾委员会啊，这个问题很大呢，这个问题以后地方政府不敢叫国军呢，会影响到救灾的时效啊，人命关天呐、啊。财产关天了、啊，不是我们救灾义不容辞，第一时间救灾，这个没有话讲。那你救灾完之后，你要跟他要钱呐、啊？但是成本规定了、啊，这是必须要考虑的嘛。对的，所以我说中央要扛起这个责任呐、啊。地方政府没有钱，真的没有办法还给你这些钱呐、啊。我们也是，他哪里有13亿还给你啊？我们也是积极的在争取。你像如果你到我们去南投救灾的话，我们南投县政府看到你列出来的清单，他吓死了，他不敢叫，不敢叫国军呐、啊。哦、是不是你想办法要请中央来负担这个费用啊？我们会想办法、啊、因为我们也一再在想办法在向上面在反映。好，另外我们这个成本救灾你以后要列建目表出来，要让地方政府知道一下、这个都有中央防灾救灾委员会扛起责任，不要让地方出钱啊。你说让地方出钱的话，真的没有人敢叫国军来救灾你、哦、好不好？是你们要去解决啊。是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像各部会啊所用到的钱，我们也是尽量的希望各部会能够规定给我们，我们也都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对啦，你由中央去调度这些垫付款，这个没有问题啦。但你要向地方政府拿钱的话，这个影响深远哦。但是这个以后地方政府一看到你的清单哦，他不敢叫国军来救灾，那会影响到救灾的时效跟效率啊。不过跟委员报告，但有一些啊，像地方政府对于救灾有特别的科目项目这些。地方政府如果能够编预算，如果能够干嘛，这样子成本归付也是比较恰当。所以我们是从三方面来着手，并不是看到你这个13亿，2年13亿这个钱哈、哦，我替国防部委屈，但是地方政府也委屈啊，他根本就没有钱啊。那他发生灾害，那个国军也都是行政院派来的啊，哈、哦，所以钱应该去找
行政院垫付才有道理。而且我们这个钱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并不是把人也算，人是为主、啊、都不算，都不算，只有运输、油料这些成本嘛，还是有成本嘛、啊。对，那个都没有算，我们只算一部分。反正我希望你向中央去寻求垫付了，好不好？是，找地方政府拿不到钱了，真的了。另外哈、哦，我反对啊，买 SNG 车。台湾的新闻 SNG 车已经够多了，啊，你这个预算我是反对了。我们那个哈、哦，我们的新闻社哈、哦，所报道的都是过时的新闻嘛。如果能向新闻同业去吊袋子，这个也没什么不好啊。你干嘛再买一个 SNG 车呢？又不是我们专业。不是鲍委员，这个不是 SNG 车，浪费公帑啦。是，这不是 SNG 车。这个是两部采访车，我们的人员这个车辆要汰换的，他们要去做采访的工作，这个不是 SNG 车， SNG 车我们够用的，我们不会再去额外再买，所以委员一定要帮忙。如果你要 买的是这个新闻的这种使用车辆采访车可以、啊、是你如果要买 SNG 车的话，我是反对的。不是、啊、你新闻已经够乱了，太多了，你进门的时候不用插一脚、不是 SNG 车，而且、哦、你如果买 SNG 车的话，它每一年都会维修哦，它使用费用是非常高啊，好不好？这个我是反对。对，这个没问题。另外哈、哦，你们买那个2400万去买这个电动玩具哈、哦，这个我认为社会批评的不好，观感的不佳。我这现在的那些小朋友，他们打了电动玩具，跟你买的这个已经差很多了。但是、啊、他们不会想打你这个胃了。但是鲍委员，我们主要的目的买这些的，这是一个1997年到1101年告诉你的全案。因为我们是要让这些官兵们不要到外面这种或者是有不正当的场所，要健康的，所以我们在我们这边来用一些游戏机，都是你这个游戏机哈、啊，都已经不符合他们那些年轻人需求的游戏机了啦。但是很受欢迎呢、欸，在部队很受欢迎。你现在都是一个低价竞标嘛，结果哈、哦，那个包商也告来告去，你看检举来检举去，因为我们的采购说明里面就明定不能使用中国的电子产品。那现在因为是低价竞标，你标到的都是中国制造，它只是换个，好、哦、换个这个什么移转一个出产地而已，其实都是中国制造。这个都是以采购的规范来采购的。我们上一次买到那个什么中国制的袜子就被骂到臭头了。你这个电子产品里面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现在胃的制造商几乎啊都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了，台湾也没有了。哦、所以你很容易是买到中国的电子制品的。那这个中国的电子制品放到我们部队里面去、哦、这个是违反规定，也同时违反采购，因为我们采购中心会把关。另外这是一个健康的，是对他们身心有帮助的，不要到外面去流连在外面的电玩店。 我告诉你、哦、那个正修技术学院、哦、他现在在研发那个射击模拟训练的系统，这个射击模拟训练的系统你把2400万、哦、来跟他合作，他们现在、哦、发明出所谓 T91 步枪、哦、可以做这个模拟射击，这个我们都有了，有了、哦、T91 步枪你可以跟那个正修科技大学去合作，难道他、哦、也可以做游戏跟娱乐的使用、这个方面我们会、我们会多方面去把你这个钱花得更有用，是我们可以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啊、哦嗯。然后事实上，你把那2400万呢、哦、拿去跟他合作，让他们去开发啊，对军事使用啊比较有逻辑、有概念啊。我这个没有意义。正修大学呢，这个教育部补助的呢，教育部补助他们去研发的呢，这个有什么用？有什么问题呢？他是大学啊，我们可以去了解嘛，就跟他合作嘛。开发新的软体，对，但是现在 现在这个案呢、啊、是一个5年的案，最后一年了、啊，而且这个、哦、这个研发的人是4个都是我们军官，都是我们的军官，好、哦，我们军官从部队退下来之后到转教职，有他们去研发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是学校啊，政修大学啊，不，委员这意见很好啊，我们可以跟他联系来，对啊，也不用去采购人家国外的或者采购到中国的电子产品，这个不需要啊，好、哦。我们跟他合作，让他们研发，而且他这个是模拟的训练系统，哦、而且有射击的功能，也可以娱乐，啊、哦，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啊、哦，对于实弹射击所造成的这些啊、哦、触动荧幕的影响，这个都可以啊。是，首先呢、啊，委员您说的这个射击模拟器，这个我们都已经有了，像 T91的模拟器，现在各新训啊、各单位啊都在使用了。那至于您提的，他们所研发的这个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在下个建案的时候，所以你的其他那个解冻案、哦、我都赞成了。
但是哈、哦，如果是买 SNG 车，我就反对。不是 SNG 车，那、啊、如果是这个，看能不能电动2400万哈、啊，能不能有没有其他用途、啊、也可以让这个士官兵他们有娱乐，啊，也可以训练战略，啊，这样的功能，这样比较钱花在刀口上了啊。是是是，花在刀口上，这我们一定会做的啊。这是最后一年的啊，这个跟委员做一下说明。好，谢谢蔡委员，谢谢，谢副部长哈。那个凯晨，好，带一下吧。好，我们现在请林委员预防，谢谢。啊，主席，我是不是请一下副部长啊？副部长，请你上台。谢谢，不用。赵伟好，你好，今天这个，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熊二一的问题哈、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迅海号要来进行这个生产哈、啊，那我不知道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熊二一的巡弋飞弹放在迅海号上面。好，因为陆地上的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啊，其实战争爆发以后都很容易被摧毁了，所以如果我们熊二一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船舰上面啊，那未来逆中的效果啦啊，而且攻击会比较好，而且攻击的范围也会比较广啊，而且未来来讲这个巡海舰如果能够往南走的话，甚至对南海的问题都会有一些吓阻的效果，所以我不知道国防部愿不愿意去考虑未来在我们的船舰上这个巡海号上面来部署我们的熊二一的飞弹，有没有这个构想？因为本来这是机密来询答是比较妥当的啊、哦，但是我在这边只能说任何的武器研发，任何对我战力的提升有帮助的，我当然要做适当的评估啊，我们会这样子来做的，绝对不会说不评估啊，我们一定会把战力发挥到极点。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各项的运用也要考虑到战术的作为跟环境跟所有敌情威胁要做一个考虑，这个是特别而不要因为某一种那个而影响到它原来本身的功能啊，或者是战术应用的机动跟灵活跟效率，这个都要做整体的一个评估。嗯，我可以考虑了，是吧？可以考虑了，是吧？这个我最好在这里不答。哦，你不答，人家就认为可能性很高。第二个就是说。我知道在这个参谋长一直不希望我问这个问题，我还是要问的哈。我们成功级现在加装了雄风三型的飞弹以后呢，这个现在的甲板的铝制结构有出现龟裂的情形哈。那参谋长说这个最好不要问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这样。可是我跟你讲，台湾是开放的社会啊，我不问哦，迟早哪一天哦，又有其他的立委或是媒体也会报道。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像当年的这个我们的云豹的甲车一样，我是最早公布它有钢板有龟裂的情形，那国防部也说这私下给我们讲就好了，不要公开质询嘛。我公开质询啊，你们就会特别警惕嘛。那问题也改变，我质询完了啊，你们花了一些时间啊，其实不算短的时间，问题也解决了，我觉得这样就好了，不必太担心说每一个消息都是完全正面的，不太可能嘛。而且这个武器研发部署的这个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问题嘛，所以我倒是比较想这个让站在你旁边的参谋长啊有机会来明白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解决完了，因为的确有这个问题嘛，是吧？是吧？我可以问一下参谋长，你怎么好像这个在那边这个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我也好，我当时没有答应你说我不咨询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没有诚信的问题。就我现在先请教哈，这个所谓的零二甲板铝制结构出现龟裂情形是不是确实的？有多严重？问题解决完了没有？
报告委员，这个刚刚的报告已经跟委员报告过了，他是无证作奉的，是履职的。任何事情、任何装备在构行更改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相关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了。报告完毕，所以完全没有问题了。我第二个问题想请教的啊、哦、，P3C 的机队要南迁屏东，这个大国防部真的是很辛苦、很为难啊，因为这个桃园县政府跟他们地方上的立法委员给国防部很大的压力啦，所以现在把 P3C 全部都要迁到屏东去了。哦，虽然我认为其实应该南北各部署一半啦，哦，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啦。我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了，我们也没有话讲。可是你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交机的时间没有改变，可是你们相关的工程严重落后。譬如说交机的时间，我去应该列一张表给你看，102年6架，103年5架，104年1架、哦、所以12架在102到104之间全部交机完毕。可是你的机棚呢，原来是预定102年年底要完成，你现在拖到106年年中，而且中间还不能有意外，火灾还会再拖。过来武器弹药库102年年底完成，原来的计划现在要拖到106年年初才完成。别的那个武器弹药我先不讲，我想请教一下，你的机棚要足足要延后将近四年，你这么精密的飞机来了以后，你要怎么存？你要怎么样存放这些飞机？没有办法进入机棚，那不就是陆地吗？就在空，在这个空旷的这个场所在置放它吗？那这样对这些这么精密的电子仪器的设备，你们没有想过它的影响是什么？跟招委报告，首先呢、啊，这个案子。啊、哦，我们是国防部来讲，一定要配合整体国家重大的建设啊、哦，我们来配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第二个，这个案子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整合的都非常的顺利。哦，像工程的发包这些呢，我们全部啊都已经发包出去啊，也都做了一个处理。另外，有关于委员说提到说，交机我们是不变的。但是以后来了之后，啊，在平常的停机跟维保这些，我们都有配套的作为。我们也就是说，搬到屏东基地，最主要的是运用屏东基地现有的维保，将来的这个场所这些，我们做适当的搭配，而不影响它，不影响到它战力的发挥。这些的我们都有做了一个完整的配套。没有，我请教你嘛，而且现在你的机棚就是要晚了将近四年才完成嘛，飞机到了以后要将近四年以后才能放到机棚里面去嘛，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要摆放在哪里嘛，然后在上面飞机上面这么精密的电子的这些仪器电子的设备，在烈日的照耀之下还有风吹雨淋的之下，究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影响吗？不是，跟委员如果没有影响，你就不要造机棚嘛，以后你把飞机全部放露天就好了嘛。你造机棚的相当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除了躲避攻击可能伪装的效果以外，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要防止过强的阳光的照射嘛，日晒雨淋也是要设机棚的主要原因嘛。你就告诉我会不会受影响？那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及时完成这些机棚，你要怎么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吗？是，报委，我们用空军现有基地的机棚，还有旧的机棚加以整修，能够维持到来使用。P3C 很大，它放得进去吗？你现在原有的机棚放得进去吗？我们都算过，这个需它跟C13栋差不多了啊、哦。那我们这个所有的需求，这些我们当时评估的时候都是经过整体评估的。都有考虑过解决的方案之后才开始做的，所以这一点啊，委员您放心，真的是都有完整的一个规划。另外，我们甚至于也去调查有这个 P3C 国家它是怎么储存的，我们都有去调查过。好，谢谢，跟委员报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谢谢部长、副部长、邱会长。
等下请陈振祥委员。主席，有请副部长。陈委员好。副部长你好。刚才有很多委员关心救灾的问题，我想这是好事。这个预算编列里面看到，地方政府欠我们国防部13亿，你认为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吗？当然这个问题来讲，如果救灾全部都是预算用以缓急急来讲，对我们整个本来要用在建军备上的钱，这当然是有影响。我想，副部长答对了一部分。本席一再关心我们救灾兵力，救灾的主要任务是内政部的主要任务，国防部是战训本务。我现在请教，我们县市政府欠我们国防部13亿，我们战训耽误的时间如何补？请副部长答复。这边跟委员做个说明，就是说这13亿啊，并不包括说只有地方，包括也有各部会的啊，也有跨单位的，这些都在里面啊。那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用以缓的济急来作为，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比方说这个救灾的装备啊，我们慢慢的来加以补充。那像油料这些东西啊，那确实是用掉了。那这一部分来讲，我们保持我们这个基本的存量，这些能够让战备不受影响。但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些以缓济急的经费各方面不会影响到我们真正的战训，这一方面不会减少，也不会说某一项的训练我们把它停止，这个倒都是没有的。我们尽量的能够节约尊节，然后来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这一点我跟副部长不同的看法。我想战训本务，这是我们国防部的主要责任。救灾当然会影响战备训练，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个战士他在同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今天我们部队的训练是按表操课的，那我们休假不能耽误，救灾不能耽误，装备保养不能耽误，那唯一能够不讲话的就是战备训练了。但是战备训练是我们国军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本席在这边强烈的建议，也要求我们国防部好好的认识这个，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敢说不，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敢说不可以，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敢说应该如何如何，而不是全班照收啊。我们想救灾当然是国军的任务，但是我们是救命，我们是救难，不是所有的障灾我们都要救。这个观念如果不改，将来我们真正会变成你只会救灾不会作战，这是最大的浪费，也是最可怕的结果。所以本席今天在这里要提出严重的呼吁，因为我从2月1日到现在，我到内政部去咨询，我也问他部长，李部长是不是你的主要任务，答案是是。那既然是，为什么所有的灾都是看了国防部的数据，看了国防部的绩效，而内政部的绩效在哪里，消防署在哪里，替代役在哪里，保安总队在哪里，一无是处。如果我们不调整这个观念，我们募兵制完了以后，3万多花的待遇来找一个募，好不容易募来一个兵，他除了会救灾不会作战，那我们要他干什么？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提醒我们国防部，在某些方面要做调整，某些观念要做建议，某些干部要是敢说不，也希望能够在我们行政团队里面要表达这个意见。是，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目前对救灾的任务，或者这种各县市所提出来的这些任务，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规划跟过滤的机制。如果说是不应该做的，我们也会跟他们协调说这个我们不能做。
那可以做的啊，我们因为灾害防救是国军的中心任务之一嘛，啊，那救急啊，刚委员讲的救急、紧急救难，我们义不容辞。可是有一些来讲不属于战训本务或者是脱节的那些问题，我们将来会检讨，该拒绝的就拒绝。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我想打桩编训的思维理则很早就成立了，所以刚才我们有很多委员提出桩的需求，我希望国防部我们在桩的需求方面一定是依据打的要求来做，如果违背了这个打的要求，这个桩的设立再好也没有意义，所以这一点我提醒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我要特别，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就是募兵制未来我们的兵员四个月的训练，我们希望这四个训练好好的运用，将来募兵制的兵退休以后，他的管制，他的动员管制，他的未来的任务，我们现在常常讲常备后备两大区块，常备少了后备自然责任就加重了，而不是常备少了后备也没有功能，那这个国防体系就会非常危险了。那后备的功能不是一句话，后备的功能需要有专业的后备人员来支撑，后备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第一线的海防守备，我们的纵深守备，我们的城镇守备，我们的山岸守备，都要有它的基干骨干来支撑呢。这些骨干支撑靠什么？本席认为你募兵制的兵退下去以后，他是当然的这些骨干，然后四个月的训练，这些兵你怎么样做一个补充？因为各位晓得我们前八周和后八周的训练没有母体单位那是浪费的，训练完了以后他回去他就忘了，怎么样让这些人能够有效的遂行未来的作战需求，这才是我们一个考量，否则的话这四个月的兵跟十六个周的兵有什么不一样，跟八周的兵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一样。副部长认不认同？认同。那国防部现在的规划也是如此，首先第一个，我们将来组织法通过之后，将来整个后备动员的都回归到陆军地面部队作战的整合，将来是合一的，所以说要把强化后备动员的战力也是将来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我们将来军事训练的四个月的除了自愿役这些退伍的人纳入后备部队之外，另外当作骨干，另外我们所有军事训练的这四个月的训练我们会严格的训练，前八周要让他具有一个步枪兵的一个能力，后八周是付给他专长训练的能力，变成一个战斗员的能力，那两个严格训练完成之后付给他专长，那我们有母体单位会编成后备部队，以后还要循着耳后后备部队的教招训练一直保持让他有战力，然后能够整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战力，这一点呢、跟委员所说的是一样的。我想后备的问题蛮多的，不是几分钟就能解决的，我希望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后备部队的干部跟成员如果忙得不得了的话是进入状况，如果不忙的话那完全是状况外，所以今后我在这方面还要跟我们相关单位来探讨，谢谢。是，谢谢委员。好，谢谢陈委员，谢谢啊。等一下我们请肖美琴委员。主席请副部长。肖委员好。副部长早。今天主题之一哦，针对这个国军支援灾害防救的这个经费的问题哦，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就是在非常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事实上地方政府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经费的估算啦。那尤其是碰到这么大的灾害哦，像我们这几年来的几个重大的灾害，都不是地方县市政府能够独自去承担的哦。当然国防部这个相关经费原来可能没有编列这个项目哦，但是行政院是有预备金哦，行政院是有预备金，尤其我们过去这一年哦，这个上帝保佑台湾哦，
过去这一年还算是风平浪静哦，没有重大的灾害，所以这个预备金还在的哦。那我是觉得哦，这个经费应该是要从预备金里面去支出，要国防部去承担哦，这样子难以预期的灾害，甚至没有编列这个项目哦，当然是不是很公平的哦，而且会可能会排挤到其他的项目哦。但是哦，行政院既然有这个预备金哦，我觉得国防部是应该要更积极、更强烈的去跟行政院来争取这一笔经费的这个回归到回电到国防部的预算里面来。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对于各个地方所发生的灾害灾难，这个我们国军义不容辞，一定要去保家卫民，这一定要做的，这是没有话讲，而且我们都把它当作中心任务之一了，国军也很努力在这一方面，也相当的成效。另外第二个，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一次啊，我们是委员们因为帮我们说你要去追回来，否则的话我就这个、这段委员是关心说这个他预算排挤到你们其他的项目嘛、哦、那其次呢，但是现在既然行政院有这一笔，那尤其我这两天也看到媒体哦，这个我们的部长哦，针对这个行政院可能会统三哦，每个部会这个10%，国防部说这个没有办法去办理哦，这个不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表态，委员刚好给我解释一下好不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预算啊、哦、因为这几年我们都是全力的来争取，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的预算为目标。当然我们是根据整个建军的构想跟兵力这个整建的计划来做的，而且我们已经很遵节了尤其是作业维持这些都已经相当的节省，而且我们比行政院让我们节省的我们还要加多，所以报纸那个登的是不完全是事实的，不是那样子的。所以现在大家要统删10%，你们也跟着删吗？不是，我们会还是要争取我们的，我们希望，我是觉得你们要争取被排除，不要删那10%，我们也支持啊。好，委员支持，非常谢谢，我们会全力争取，我要争取被排除啊，叶总，我们现在经费都不够嘛。是，我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国防有很多的报纸上的报道，我们并不是说抗拒节约，不是，我们很节约了。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我不是节约是要节约啦，节约不能抗拒啦。没有，但是经费要删到你们删到10%，这个是要抗拒的、啊。是，因为预算如果不够，该节约是要节约的，我们会全力争取，全力争取。包括这个13亿应该去跟行政院要回来啊。我们尽量会努力去要。这样啊，因为今天既然讲到救灾，我要跟你请教啊，但我没有实质去看过我们现在海军的任何的这些舰艇哦，但是这些舰艇现在有这个运输的功能，可以承载这个车辆器具有吗？可以啊。像我们你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这个救灾期间哦，这个相关的我们的舰艇也有出动，是在什么地方所出动的呢？哦，这个好，例如说我们这个小林村，这你们投入很多啊，阿里山这个走山都投入很多。我举个例子哈，有哪一些状况你们会用到吗？我举个例子啊，梅基台风，当时不是那个冲击扇塌下来了吗？然后那时候要用机具要吊挂进去，非常的困难。对，那我们曾经也在海上来做，从海上看能不能上路，这是一个作为。另外可是海上你要怎么，这些都是大概都是山区，我们以前不是我们在可它，因为它是海边，那个冲击扇是花莲的那个海边嘛、那我们都要去巡逻。另外呢就是搜救，比方说搜救哪一个船难哪边的船飘哪里去了，那我们海军也要派出搜救的舰艇然后来搜，这些都是海军的这个功能。因为我看你们的报告里面过去这一年这个船舰有出动120几艘次是在民国100年当中这个数量其实不小啊。是很多，我们各种搜救，只要是有搜救有关的，我们海上派出去的舰艇，他们都会派出。那我请问你，既然在处理这个重大的灾害哦，那刚刚这个副部长讲到花莲地区哦，经常这个一下雨哦，就整个路就瘫了哦。那最近也瘫了10天之久哦，10天之久的过程当中哦，整个花莲几乎变成像孤岛一样。农产品没有办法出去唯一能够进出就是铁路当然空运是可以进出的，但是很多地方的这个运输啊，这个农产品的尤其农产品也有时效性这个技术上有没有可能在重大灾害的时候，我们比照在协助其他县市
在做相关的灾害的救助一样，有没有可能也用舰艇去协助这些产品的运输，还有车辆机具让这些发财车直接上舰艇的运输，有没有可能？这个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依照政策，如果实在是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然后不影响到我们战备的准备，然后经过成本的计算，用什么比较划得来，比方说你用商船或者雇用的船呢，比我们所花的钱要少，那这样子来讲我们选最适当的。那当然这个是整个灾害应变中心灾防办他们会有一个政策的考虑啊。那只要国军确实是有需要我们的，别人没办法做，需要有困难的，国军义不容辞，也会来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过去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评估啊？在重大灾害的时候，做过啊。整个花莲变孤岛，这个相关的运输，这个比方说台东啊，在八八水灾的时候，用蓝色公路的形式。是台东啊，那时候八八水灾台东的时候也是。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用登陆艇啊去运这个所有的物资、粮食、所有的饮水，都是用海上登陆艇。用海上是是是，这个都是有实力的。Okay, 是。好，那现在我们的那个苏澳港哦，现在是军民两用哦，还是有隔离这个军用跟民用这个渔船用是有隔开的？是隔开的吗？是隔开有管制的吗？完全不一样，两个地方是军港有军港，然后那边是隔开的，所以是分两个不同的港，还是就一个港隔开？苏澳港不同港，是不同的港，是不是？是三港跟军港两个是不一样的，看起来很近，但是是不一样的。OK， 好，没关系，我就了解一下了哦。然后另外你们的这个，在你们讲的这个接下来的国防教育的一些活动规划里面，但现在冻结你们预算都跟我无关了哦。过去是什么理由要冻结的？那时候我还不在立法院哦。但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就是说你们这个跟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国防教育部分，你们在第十八页有提到要在南沙举办研习营，是有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好，那你们大概是会让什么样的年轻人去？是什么样的梯次？有多少人次？什么样的形态来办这个研习？我们是邀请的对象呢，是以大学具有政治、外交、法律、海洋生态跟环保等相关的系所或者研究生，这些要来组成。那最主要的目的呢，除了全民国防之外，另外也能够支持这个国家的蓝海政策，同时也对于我们整个生态环保都能够做充分的了解。你们预计办几个梯次，要带多少年轻人到南沙去？两个梯次。哦，两个梯次多少人？14，每个梯次14位，差不多30个人左右。那你们是公开募求，公开这个让所有的年轻人都报名，还是就是说就你符合你刚讲的相关科系的年轻人都有公平的参与机会，还是你们有特别筛选的？没有特别筛选。那这个现在的以现在南沙这个太平岛上面的设施哦，可以有这样的 capacity 来办这个营队吗？所以因为只住一个晚上，所以一个晚上是可以的。那是用飞机是飞过去，还是用船舰？坐船。坐船是。那现在打算是在暑假进行，还是已经办好了？七八月份。在七八月份已经对外公布了吗？已经开始报名了吗？现在外面有知道，因为我们去年有办过嘛，所以外面也都有接触了。Okay, 这些年轻人到太平岛，你们对他们的安全，因为现在周边国家倒是蛮紧张的哦，包括之前传出越南这个开枪示警哦这样的状态。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去到南沙去，当然有它的意义，学习了解我们的南海政策，实地去了解这个我乐见其成，但是对于这个相关情势哦，会不会影响到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或者说这些年轻人本身的安全问题哦，有什么样的考量吗？首先呢，我们首重安全，这是一定的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南沙这边呢，我们都有，因为我们的船舰是定期的，我们并没有去破坏别人，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些运作，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这个并没有说特别的。因为我们现在根据政府政策就是各自争议嘛，大家来是啊，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主权嘛，本来就是我们管理的太平岛，所以我们去那里做什么理论上是没有问题，没问题，只是因为几个月前传出越南越军还开枪示警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哦，因为这是我们定期的任务舰啊，
然后这个来讲大家都是默认的公认的也好，那这是我们正常的行驶我的主权，如果都没有问题。正常哈，你们评估不认为说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哦，不会被这个擦枪走火哦，跟周边国家哦，包括像几个月前这个越南开枪示警这样的一个状态发生哦，都可以顾及到大安全，同时兼顾到教育哦，那就这个当然我们是乐见其成啦哦，但是总是希望说，这些相关的因素也都要评估进去哦。会的，会的。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肖委员哈。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等一下请陈唐山委员。好，主席早。请副部长。周伟好。副部长你好，你好。这个我们来谈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啊，我从来不会骂人，所以非常谢谢赵伟，从来没有骂过人。这个日本在最近开了一个所谓南海的首脑会议，你大概应该是从报纸上面看过吧？这个您对这方面有没有某一些方面的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了解？因为最近呢、各国也好，不管是美日啊、中共、菲律宾，还有其他的国家，对于南海来讲，最近都采取了一些作为。这个我们国防部都有收集，也都了解这样的状况，大概都知道的。这个听您这样讲，好像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样子。没有听过吗？这个是在前几天才开日本首相。他召开一个会议，这个当然是跟外交可能是比较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一方面对国防当然是有相当的，因为是一方面这个美国他们是要重返亚洲，那中共这一方面他们这个所谓崛起在引起很多周边国家的一个不安，所以日本他在这方面也开始在重视，所以他们开这样一个会议。这个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委员好，我是情报参谋次长，是执行官罗晓东。委员刚刚所提的有关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部分啊，相关的会议啊，我们都了解，而且这是公开的情资。是啊，是公开的。是啊，这个随时都有监控跟掌握到。那这个他这样一个会议，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我们在国防部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他们开这样一个会议。美国重返亚洲啊，事实上它本身是一个战略态势来讲很明显的。那我们也了解到，中国目前的作为，甚至包含我们周边的区域态势啊，都会造成相关的影响。嗯，好，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国际情势，最近差不多十年来是改变的相当多。特别是我们台湾受到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崛起，好几次在美国他们夏天开了一个 AEI 一个 meeting， 就是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他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大概主题都是讨论这个中共崛起对整个一个世界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方面我们在国防部里面当然是很重要一个课题，所以我特别提醒让各位在这边来注意一下。好，谢谢。我们来谈一个跟我们这个选区有关的啦，就是在贵仁台南县，就是合并之后当然变成台南市贵仁那边有一个清航队在那边，那清航队也造成一个噪音，那噪音是几十年来这个好像赔偿的问题，现在还是在那边搞得不太清楚。当然是国防部已经有一部分的这个赔偿金，但是这个分配是什么样的分配？你们这个里面有没有人对这方面比较清楚，可以做一个说明？那个有关于这个贵仁机场的，对对对对，清航队这个敦亲睦邻这些的作为，对对对对，是是是。我们支援师处长，委员你好，我们贵仁地区每年编列预算大概是1300万，多少？1300万。对，那现在按照整个照管法里面的作为规定哈，现在是以补助为主，就是说补助地方政府，主要是学校、医院，然后再来是图书馆，再来是老百姓。那以前的方式大概就是以学校为主，以学校为主。那今年我们请陆军司令部啊，把它调整个比例，
希望能够以老百姓的补助为主。好，在这边给委员做个解释。是补助给老百姓嘛？当然是，但是这个钱怎么样花下去？不是啊，是所谓的补助，是补助他如何做噪音的房子，如何做噪音的房子？不，但这个不是个人的。如何做这个噪音的这个防治，这个当然是我们这国防部这个本身能够做的，就应该在这方面能够改善，对不对？比如说时间方面，什么时候飞机这个经常机可以飞，什么时候不要飞，是是，这个当然时间可以调整嘛。是，但是至于这个在当地受害，所谓受害就是有时候因为这个噪音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安静了、啊、等等，所以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补偿嘛。那这个补偿金如何落实，这个好像是造成一些问题。你们以前这些钱还是好像是花到这个里长那边，我最近有听到一些这个。这个跟招委做一个报告、这个都行之有年了。首先呢，对对对，首先呢，我们这个噪音补助款是不能够发给个人的，然后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政府，然后一起把各个地方受到噪音影响的地方他提出需求，然后有一个审查委员会，那审查委员会也有我们军方的同仁，也有地方的同仁，也有里民的代表，这些一起来做评审，评审完了以后立定了优先的顺序，然后来用这个噪音的补助费。这是特别给您报告、okay. 那可能您得到的消息是哪里不落实啦、啊，或者这些，那我们可以来加强、好像我们会开一个公听会，好像你们这个在场可能你们会有人在，好像这个星期我们，因为我正好我们这个正好在我那个选区里面，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理，因为当地这个这是一种服务了，这个当然是国防部，是是，我知道这个国防部会配合，但是就是一个技术方面怎么样子做，是是，让他们比较能够满意的能够接受，这个我们好像有另外我们也有时间，我们要看，另外我们也有设置环保航线，就是说不要在这个人家在早上七点钟以前或者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都尽量的能够避免。那也跟赵伟报告，因为归仁呢是我们陆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基地啊、在南部来讲非常重要的训练基地，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的跟附近的居民能够做好敦亲睦邻，我们也一直努力在这样做。是，好，这个我看到你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国民全民国防教育，这个有一些显示被冻结，这个当然我不清楚为什么被冻结了，但是我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大家一般人以为这个瑞士是一个中立国，以为中立国就没有军队，这个不是这样的，他们中立国他们这个兵力蛮强的，他们大概都是靠这个国民兵啊，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马上会一个召集令和动员他这个国民兵就上，但是国民兵这个平常这个训练就是国民，等于是我们这个国民国防教育，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笔钱当然我不清楚，我进来才几个月嘛，所以这个以前什么样的被冻结，这个原因我们是不清楚，但是我们这个今天赵委他应该是比较清楚，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是，我个人他们是赞成能够解冻，就尽快来解冻，这个我们是赞成。谢谢赵委，谢谢赵委，是。那好，谢谢。是啊，谢谢啊，陈赵委，谢谢。我们底下请蔡其昌委员不在，张凯成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请赵部长啊、哦，赵副部长，副部长总是一马当先哦。赵委员好，副部长好，我有这个图片呢、啊，要给这个副部长给各位看一下。本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啊，我也不想讲了，讲了也没什么用，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问题是因为。上礼拜有几位印尼的侨胞啊，他回来参加520，所以他到我办公室来，那给我这两张照片，他希望我这个照片呢，就是交给国防部。那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事情已经过去了啦哦。那这个我还是给各位看一下、哦，这是杜牧舰队啊到印尼的这个。靠港了之后的照片，我相信国防部自己也会有照片的哦。那个
那个是我们的那个舰队哦，旁边那个是印尼的引导船呢、啊，我想应该是因为它下面是印尼字哦。那这个舰队已经靠了港口的，我们的国旗是在的。对，这是白天，这是白天。我们进去的时候有国旗，不是没有国旗。好，你再来看下面一张，这一些是印尼侨胞到了傍晚，你可以看那个天气哦。到了傍晚，他去那个登上舰队去那边做活动的时候，这些印尼侨胞他们也照了相，国旗还在哦。所以这个就是我把这两张照片送给国防部啊。非常谢谢，因为上一次啊也都做了说明。对，当时的报道是不是事实？嗯啊，绝对不是事实，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坚持，我们必须这个要申请。插句话，其实我平常不太插句话。你们好，谢张伟，你们当时有做说明，你们没有照片啊？像你们很容易取得照片，就你们都不做，就是说你们国会的公关一向是最差的。你们知道拿出这样两张照片，当时其他的媒体怎么跟进去报那个错误的消息呢？你们就是拿不出照片嘛，有照片就不拿，还要隔这么久以后才拿，伤害都已经造成了。这国防部真的好了，好好加强一下，你们要谢谢人家张委员。是，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过赵伟讲出我心里的话，不过还好，这个也是印尼的侨胞啊，他把这个照片提供给我哦，所以表示说我们从头到尾都是有国籍的哦。这个是提供给你哦。那个事实上你请坐。事实上啊，这种渡木舰队啊，60年来啊，一直在海外各地啊，到美国，他也到了这个洛杉矶啊，在圣地亚哥啊。这一种渡木舰队它所造成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海军，我们空军，我们陆军没办法开着船到处全世界去逛吧，但是至少我们有我们的舰队可以到全世界。尤其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渡木舰队现在在台中吧，是啊，所以让很多这个老百姓啊也可以上来看一看。这个啊就是全国防的一部分。是的，所以这个我们王代局长，您在这个要讲的时候，这个渡木舰队在台中、在基隆、在高雄，让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上来看啊，这个就是全民国防，这个就是国防部和我们民间的一个沟通、一个公关。这个是我们全民国防每一年非常重要的一项。对对对，是。那我认为这60年来执行得很好啊，这个很不错，没关系啊，我只是提醒一下，这就是全民国防的一部分哦。是。那个，我看这个副部长，你那个救灾的费用啊，要向那个部会，或者是向县市长拿，或者是要向行政院拿，我看你两边都拿不到了。这些钱你们到最后恐怕还是要自己吞下来了。这个主计处要你们了、啊，今年每一个部会都节省10%到15%，我们讲10%就好了哦。如果国防部啊，节省了10%啊，我们整个国家的年度的总预算啊就降了1/7。只要国防部自己减10%，我们国家的总预算就降1/7。可见国防预算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总预算里面占的程度是很高的。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这个需要？有，绝对有这个需要。中共他现在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军费啊，他讲的是7-800亿美金啊，但是据美国的评估啊，它达到1500亿，全世界第二高的，只输给美国了。中共把它所有的部队啊，除了少数军种之外啊，它把所有的部队的1/3啊，是放在福建军区跟南京军区，所以意思就是就是说完全针对我们台湾。那我们台湾国防预算，政府一直说要占 GDP 的3%。但是现在你国防部如果再降个10%的话，你连 GDP 的2%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国防预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部那个副部长，国防部如何应应要降低，不要说15%了，10%，国防部如何应应这个措施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预算，我们要忠实反映我国防预算的需求。这个我要忠实的反映，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呢，能够整体的来做考虑啊。那我们这些都有依据的，我们是根据建军还有
这个兵力整建这些所需要的这些资源，那我们一定要有效的运用，发挥它实际的效益。另外第三，我们该节省的我们一定会节省啊，在其他的作为啊，其他的这个基本维持费我们尽量的节省，可是我们该需要的那人为费配合募兵制，这是一定要配付的。但是谈到募兵制，我们预算也有增加，是只有上一次我看的那个报告里面要增加20几亿，今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20亿啊，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你们如何在遵节预算的情况之下，又要实行募兵制，又要增加预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的确，的确是非常困难。啊、那个救灾啊，救灾事实上本来就是内政部的任务，内政部跟各县市本来他就有那个预算，只是他没有预算不愿意给你，因为军人最好用嘛。啊，他们认为就是国防部来这个赈灾来救灾是最方便的啊，钱也不用还。但是将来啊，我希望我们组织法改了之后呢，赋予国防部一个法律上的效力啊，那就可以正式的来救灾。那这个钱两边我看你是拿不到了，你们只好自己吞下来。但是我本身是支持国防预算应该增加的，我们至少要维持在 GDP 的3%，这是政府一直在。这个加强国防的一个心血，一个努力了啊！你如果降低10%，你 GDP 的2%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加强国防，好不好？是，谢谢委员，谢谢委员的支持。这个国防部各位同仁，大家继续努力啊！是，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张凯成委员。廖正景委员，廖正景委员不在。陈廷辉委员，陈廷辉委员不在。林正二委员，林正二委员不在。段宜康委员，段宜康委员不在。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不在。黄维哲委员，黄维哲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李同豪委员，李同豪委员不在。卢嘉诚委员，卢嘉诚委员不在。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罗淑蕾委员，罗淑蕾委员不在。杨丽环委员，杨丽环委员不在。林佳龙委员，林佳龙委员不在。江启成委员，江启成委员不在。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李学章委员，李学章委员不在。徐耀昌委员，徐耀昌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江慧珍委员，江慧珍委员不在。蒋乃清委员，蒋乃清委员不在。季国栋委员，季国栋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徐新委员，徐新委员不在。邱文燕委员，邱文燕委员不在。薛林委员，薛林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许天才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廖正元委员，蔡正元委员，蔡正元委员不在。林思佳委员，林思佳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潘维刚委员，潘维刚委员不在。苏清泉委员，苏清泉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谢国良委员，谢国良委员不在。吴玉仁委员，吴玉仁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马文军委员，那个凯成，你帮我来当主席好不好？你先等一下马委员，让他来叫你好了，好不好？因为我在隔壁，那个咨询时间到。你顺便帮我接电话。好，我们现在请马文军委员啊，谢谢。主席好，麻烦请副部长。啊，请副部长好吧，请。马委员好。哎，副部长早。啊，我想今天就我们的预算解冻的部分，因为现在整体国家财政的困窘，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明年其实我们的预算的编列甚至都要自行统30%到15%，我想对我们整体的国防预算来说是很大的冲击。那我想国防部也会极力争取啦，不过就我们在预算的执行上面，我们还是有几项希望可以在现有的有限的资源甚至不足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用到最好？我想还是希望可以提出来做一个讨论哈。第一个就是说，就我们因为未来其实募兵制已经开始在进行，我们在整个军力的运用上面，其实可能在人数上也需要有所精简。
所以相对的，我们应该要吸收更多优质的一些年轻人，希望他们可以来参与就是充实我们的军力。然后在这里我要提出来，就是我们的全民国防社群媒体的运用。在这里我想要请教副部长，你有没有个人的网站或者是脸书之类的？跟委员报告，首先呢谢谢委员，因为国防预算来讲确实需要支持，因为我们面临到未来募兵制的实施，那我们预算也会尽量的遵节，把钱花在刀口上，这个我们会朝这个方向这个来努力的。另外关于脸书这些，我们国防部有统设一个脸书来管制发言室那边，像我们有任何的这个对外面的说话，或者是我们到哪里去的活动，对哪里的指示，我们也都会进到我们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士的脸书来对外啊来公布，所以这些是按照这样子来运作的。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不足了哈，因为我上去看了一下，我们也花了200万编列相关的预算，那就刚刚因为我们是用国防部的发言人的脸书去连结，在整个宣传上面其实也比较刻板。其实现在我们如果募兵的对象是年轻人，其实现在最好用的媒体的力量，新媒体的力量，其实这第四媒体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的国防部的这些讯息哈，其实他们可以吸收更多。像我看到国防部长的脸书，其实他只有15个朋友，这个很少哎，老实说，那个很一般，连很普通的人都不止这样哈啊，然后也没有人跟他对谈，然后他的整个网页除了他的大头照以外，其他都是空白。所以我想，我们花了预算在这里做这样的编列，可是我们的经营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少，而且甚至可以说不用心。所以我想，是不是在这一部分可以再加强？因为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未来的新型武器很多都是通讯、资讯、网络等等，其实都会用到这样的新的可能像这样的专业的技术。很多年轻人其实他在这一方面非常强，也许透过这样子的媒介，我们也可以吸收到更多更优质的，而且更适合未来我们培养军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不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应该要再多所琢磨，或者应该怎么加强这个部分？副部长的看法。因为我们现在啊所成立的网站，然后我们有一个全民国防联网，这些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在做了。那当然委员说的说希望能够更普遍更加强啊，那我们还有人才招募，这些都有完整的这些网络来让所有人知道。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它太刻板了哈，因为你相对的美国的国防部哈，他们的那个浏览的这光是一个哈，就是他随时都有在增删嘛，他们动不动就有10几万人、16万多人在看，然后进行讨论等等。他们甚至用他们最好的，就是 C4ISR， 就是我们现在的只管通勤的侦察系统。那个因为圣诞老公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甚至用这个只管系统，很先进的系统去搜寻圣诞老公公在哪里。我说的这个是只是说他跟民间做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因为其实国防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格格不入，你要让很多更优质的人进来，你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好更有趣，然后更吸引人。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考量哈，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可以提出来讨论，是我们可以参考，是这非常好。这一部分看希望可以尽快在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到它的改善。是。那另外就是说，在我们的救灾的部分哈，救灾装备，其实我看我们整体的救灾装备大概都是当然跟民间的救灾有所区隔啦。不过我们的救灾装备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欠缺的部分。因为我们大概都是重型车辆啦，或者一些直升机等等的救援，可是其实当我们参与救灾的时候，很多的救援装备希望我们军方自己也可以拥有比较完善的。那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我希望国防部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改善的法，因为在我们的采购上面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可是常常买到不
是我们很合用的装备，不管在军种的使用上面，或者救灾装备上面。举例来说，很多海军在执勤的时候，他们在舰艇上面常常万一落海，可能找不到人，那这样子的一个救援，它的定位各方面其实可能都是很欠缺，因为掉下去就找不到了。那甚至有些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在海底，其实在里面全部都是黑暗的，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可是你在海底游泳要去找人，其实那会有心里也会有恐惧感。现在有很多新型的装备都可以改善，而且可以加强这样的救援功能，或者我们在执勤上面的功能。我们希望国防部在这一部分也可以提出一个有效的办法，买我们合用的，因为在有限的资源下面我们希望买合用的，不是不要只在乎采购法。这部分副部长的看法是陈如委员所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灾害防救的装备方面比方说我们有兼顾战备作战所需啦，比方说我们的多功能工兵车，那我们现在也增购了很多车辆。那个我想那个没有问题是是，你说我说的是比如因为救援，其实在我们即使发生战争的时候都有这些相对的救援，这个不是只有发生天然灾害非军事的非传统军事武力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救援其实跟现在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国军应该拥有最好的救援装备，不管是哪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要求国防部的采购应该提出更有效的办法，不要局限于采购法。在这里我想整个很多面临的问题希望国防部可以重视。是，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马委员，谢谢副部长。接下来是张家俊委员哦。但是因为他有提那个书面报告哦，这样子哦，因为黄委员，我们刚刚是有念过他的名字哦，但是他现在来，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循例了哦，我们今天6+2，所以他有3分钟哦。好，我们现在请黄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同仁，赵副部长以及各位长官，请副部长。好，我们现在请副部长。黄委员好。副部长你好，几个问题哈。这根据媒体所报道的，就是说美国国会啊，他们参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调查他们自己美国的军品里面有中国大陆的零件，这个情形有多严重？结果他们发现啊，发现上百万个这个军备的备料里面这个有超过70%，是中国大陆零件，包括他们的飞弹啦、直升机啦，所以可见就美国就很在意这个问题。那针对这样子，我们事实上我们是美式装备，我们有购买美国军品，这个部分其实除了担心说是不是有这个资通上的顾虑之外呢，或者说其他的顾虑，一些作战的参数的这个顾虑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品质的问题。好，这一部分我们跟美方有做进一步的这个接洽跟了解吗？首先分两部分来说，是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些零附料件的采购，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是不可以用这一个大陆的这个成品，那我们会在采购在各方面会严格来管制。外购的军备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请驻美代表团向美方来查询爆载的事件，还有调查的情形跟因应的作为，同时我们也请各军司令部循着军购案向美申购的装备零附料件要求美方在验收前加强品质检验的作为，这个我们已经都转告了。有转告了。那美方的回应呢？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具体的回应。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回应。是，因为这几天。希望这方面能够持续了。是。持续的要求啊。没错。虽然有时候这个军备的购买啊，有时候是卖方市场，因为有些是我们想获得的装备，人家不卖。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卖的，这是买方，我们应该有买方一定的权利啊。
我们可以要求。所以这部分我希望说也期待国防部能够进一步来要求。这一方面部里面都是逐步都很在采购的方面，我们关于甚至于像国外的采购也都是很严谨，不会说他说什么就什么，不会这样子。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根据外国的研究啊，亚洲过去五年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买家。好、哦，印度买了500亿美金，韩国买了74亿，中国大陆也更多啦，他们的军费那个、更不用提了，上千亿的。菲律宾的军费也占他们 GDP 在14%。好、哦，你可以说菲律宾的这个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但是新加坡也买了230亿。好、哦，好像亚洲各国都在，不要说军备竞赛，但是军备的花的钱哦都蛮多的。我们一直长期在低于 GDP 的3%以下，你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军购的规模够吗？你觉得不够？哎，我们会极力的争取。不够了，但是而且大多数接的钱是花在人员维持费。现在差不多人员维持费要占了100%以上。是接近50%。嗯，接近50%的样子。OK， 所以说本来就已经患寡又患不均了，所以我们就是在各方面除了我们自己要把钱花在刀口要节约尊节之外，另外我们当然会极力的争取依照我们所需要的合理配付的预算，这个我们会极力的争取。好，谢谢副部长。是，谢谢委员。谢黄伟哲委员哈，我们本来这个时间应该要休息，可是我觉得我们把案子给处理完好了，因为我隔壁当然会跑，我也吃不消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来处理这个解冻第一案，来念一下。第一案武器备与装备与设施预算冻结5000万元案。各位，我们把它给解冻吧，有没有意见？啊，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解冻哈。第二案。第二案。一般行政预算编列6亿1348万4千元，冻结2亿元案。我们把它解冻吧，哈，这两位委员哈，有没有意见？好，那第三案。第三案，军事行政项下政战综合作业经费编列5亿3305万8千元，冻结1000万元案。好，这个案我们也建议来把它解冻哈。各位两位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把它解冻。好，谢谢，下一案。第四案，总政治作战局新闻采访设备汰换及资讯系统建制与提升等设备采购预算冻结480万元案。好，我们把它解冻。好，你要没意见的话，有没有意见吗？马委员，你没有意见吗？张委员，你要没意见哈？好，我们解冻。下一案。第五案，空军司令部一般资讯及资讯站设备编列1亿6917万元，冻结3000万元在3000万元案。好，我们把它解冻哈，两委员哈没意见哈。好，我们解冻。好，那我们现在五个案子我们都把它解冻哈，底下我们有临时啊全数通过了，我们准予动支啊，这个提报院会哈。那另外有两个提案哈，来第一案念一下。宣读提案，第一案，案由建请国防部在汛罕级原型舰完工后，立即开始进行雄风二一与汛海级的整合作业，并将发射雄风二一能力纳入汛海级舰量产计划中。提案人委员林玉芳，联署人委员张凯成、陈正湘、马文君。好，这是一个建议案了，是吧？就让这个行政部门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时间让你说话，你要说话的话，我就把刚才五个案子再拿回来重新删了，好不好？因为这是个建议案嘛，你们要了解立法委有提案的权利，这尤其是一个建议案，并没有要删你预算或动你预算嘛，好不好？要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让你讲啊。下一案。第二案，着眼近年国防预算并未大幅增加，但救灾任务却有增无减。且成效卓著，自1998年8月8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国防部自所属预算中以缓计及的13亿1538万1974元，建议由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核实审查后，行政院于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分配时，
依灾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条及预算法精神，直接增拨于国防部预算总额度内，以免影响建军备战长期规划。提案人委员张家俊、詹凯成、马文君、林玉芳。这其实这真正的提案人是张家俊委员啊，按照往例如果他不在我们就不处理，可是因为提案人今天有四个人一起署名，那我们这边有我们四位，这个四个里面我们有三个人在这里了哈，那这个案呢他也基本上也等于是一个建议案了啊，他精神上所以我们让他通过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哈。那另外就是说有两个书面报告，邱莹委员、张家俊委员提出书面质询啊，请你书面答复，口头质询未及答复者啊，要希望能够在两个礼拜内就答复这样哈。在我们这个会议结束以前，我真的要再讲一下国防部哈。你知道这个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立委哈，跟你们国防部绑在一起，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的啊。你们有很多的事哦，可以立即澄清。你们没有澄清，你们不知道是骄傲呢，还是说你们就是习惯你这样子被揍？反正你们就不澄清。像上一次的这个盾木舰队到印尼到泗水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如果你们当时在第一个时间点就拿到张凯成那样的委员这样一个照片，你们都有随行人员。啊，你们都带着电脑，啊，把它传回台湾，是如此简单的事，你们都不做。副部长，我真的建议你要移除相关的人员。为什么没有提供照片，及时做澄清，让国防部蒙受这么多的辛苦，蒙受这么多不公平的指责？我讲真话，下次如果还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哈，我要要求部长负起政治责任。好，因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懈怠，你知道吗？因为你们懈怠影响整个国军的形象啊。那我们国会员也很辛苦，特别执政党立委好像在你们去背替你们背负什么样罪过一样。你知道我们到外面去，人家都会在问说为什么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军舰连国旗都降下来，我们替你们背十字架啊。所以我是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看到这种情形，以后可以澄清没有立即澄清，我要求部长负政治责任，就是要求部长不胜任要下台。好，不这样了，他不会处罚你们这相关的人员了。你们说，你们这个，你们不是说新闻发言人士吗？不会去主动要提供这样资料吗？啊，主席室都在干什么？上位。